今天吃米线。好久都没吃米线了。这个米线里边是自带三宝料的啊。然后是给你们发七袋。你们回去加上自己喜欢吃的配菜。我还放了鹌鹑蛋。一袋煮出来这满满的一锅，干豆腐。太烫了，没有一笔新的不快订单。都给我热出鼻涕了。